好，我把这一个乘进这一个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3x-21加 5x-20 等于15，3加5，8x-41 等于15，然后 8x 等于4加41，然后就56，然后我的 x 会是等于56除8，然后 x 等于7，然后这一个跟它乘进去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。它就会变成 y 加 e 等于 2y-6 减 3y 加 3，二乘 y 2y 二乘减3减6，减3乘 y 减 3y 减3乘减1加3，然后接着呢，先处理掉它先，这一边会变成减 y 减 3，OK，减3加2减1，减6加3减 3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把这个搬过去，这个搬过来，y 加 y 等于减3减1。等于减2y，y 等于减4除2等于减2，所以 y 等于减2。记得你要先把它处理了，然后才来搬，是比较容易的啦。5m 加40减 12m 减加42等于5，所以我先处理它，它会变成减 7m 加82等于5。OK。然后这一边它有两种做法，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的做法是，我把这一个，我直接在这边嘛，减7搬过来，5搬过去，所以它会变成82减5等于 7m，然后它会变成7等于 7m，所以我的 m 会是等于77除7等于11，然后另一种做法是我的减 7m 等于5减82等于减77。然后我的 m 等于减77，e 等于11。OK，我自己本身不喜欢这样的做法，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做法，但是都对的。OK，然后在这边我一个乘进去，这一个乘进去，这一个乘进去，它变成3x 加6加 8x 减4等于 5x 减10。我先处理掉它先，11x 加2等于 5x 减10，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。11x 减 5x 等于减10减2等于减12，然后 6x，所以我的 x 等于减12除6等于 2，x 等于减2，然后接着这我把这个减去减7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 4x 加14减 7x 减7等于28，我先处理减 3x 加7等于28，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。啊，7减28等于 3x 减21等于 3x 减21除3等于 x，然后 x 等于减7，或者是我另一种做法是减 3x 等于28减7等于21，然后我的 x 会是等于21除减3等于减 7，x 等于减7，对，所以我的答案是7减21，7减21。然后减二减七，对。